你不要担心，我们的谈话都是全程保密的。我又在梦到同一个梦，然后那个梦里面有一个人一直追着我，我就一直跑，一直跑。没有关系，没有事情的。一般上会梦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。你会一直梦到被人家追，那是因为最近的你非常的压力。有一点，因为我考试要到了，如果再不拿到第一名的话，我妈妈就真的不爱我。我觉得你妈妈不是不爱你，她只是对你要求比较高一点罢了。这世界上是没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的。好像也对，因为我妈妈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两个以前关系很好的。直到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妈妈就完全变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啊？你看，我煮你最喜欢吃的菜。来吃南瓜，南瓜补血。妈咪 ，sorry。第二，为什么会第二名呢？那谁拿第一名？莹姐。莹姐，我没有听过她的名字。她是上个月刚转来的转学生。那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拿一样的成绩。吃饭了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他一直觉得我不够努力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今天会在这边吗？不知道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妈妈就是因为非常的关心你，她看得出你最近心情不是很好，所以她才带你来这边的。她根本没有在乎我的感受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他一直觉得我不够努力，我没有办法，所以才做了一件我最不应该做的事情。
什么要作弊？你知道你自己做什么吗？考不到第一名就算了，还要作弊？你真的没得救！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得到你的肯定吧，好吗？我已经很努力啊，我每一天一直在读书，一直在读书，没有拿到第一名，我也不想要，好吗？我也是人，我也是有情绪的，我也是有压力的。我劝你。所以你手上的伤是这样子来的，你知道这样子伤害自己是不对的吗？所以你要我怎样？我这样做也不对，这样做也不对，我很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压力，我很累，我很想放弃，可是我妈妈不明白我。我真的有这样差吗？真的有这样差吗？真的有这样差吗？So Miss Lim 已经看到了你的女儿的情况，她现在其实是非常的不乐观，情绪非常不稳定。如果严重一点的话，她可能甚至会接近崩溃。如果不是因为那杯水的话，她现在可能会更加的糟糕。我没想到这个事情会那么严重，我只是为了她好，我不想她以后会被人看不起。我要她考好成绩，这样做有错吗？我只是为了她好。你冷静下来先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她接受这项手术。你先认真的考虑一下先，因为这个治疗它是有一定的风险。我想清楚了，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他好。OK。如果你已经同意的话呢，请你在我们这一份同意书上面签个名字，我们医院将不承担任何一切的后果。Human Plus 的研究结果显示，它确实能够明显提升孩童学业等各方面的能力。这项技术也将会在下个周末正式发布。很好哎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体育新闻。去看饼干好了吗？小心烫哦！
请进。我已经考虑好了，可是你们要怎么接近我的孩子？你们的孩子只会知道我这边是心理辅导中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再一次声明，我们医院不承担任何一切后果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好。